里耶欧艺厨餐厅，现在我们就在这边聚餐。这也是正义北路口跟重新路三段，现在我们要进到里耶里面哦。以前我们住在重新路三段60巷，里耶我们是以前小时候经常来这边吃，现在里耶还在。好，那我们要进去里耶了。哇，现在这样装潢有改进了哈，装潢有设计过，这就是里耶的二楼。这里有一个吹笛子的，吹横笛的，哦，这蛮特别的哈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哈，哦，我来碰一下。我们是在哪一座哈，哦？我们是在里面，哎，里面那一座哈，哎。哇，好多人来了哦，有几个人来了？耶，yeah， 哦，那个宝贝在那边哦，好啊。喂 ，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新年快乐，我等一下给你大红包，红包呢？阿公叫什么名字？我要给你大红包，快点。姐姐叫什么名字？快点。你都不知道，那个舅舅在那边呢。哎，舅舅啊，舅舅，舅舅，舅舅在这边呢。哎，好。干什么？恭喜发财。哎。哎，好。好。